正面看。做一个螺旋，用旋的啊，你看，你两只手来。你看我的手，不是它松的，那你的手是松的，对对，可以感觉到吗？可以，可是为什么它都没办法用？它不只用手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这个影片故意不要让你拍的，开玩笑，我那个轴啊，轴的，哦，现在太亮，啊，对对对对，轴的力量，现在力量，轴的力量吗？不是全身的力量，全身的力量。因为他现在已经那个掏假波用两边的力量，你看一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这个力量已经很大了。我们来学一下哦，这个对。哦，对对，这男生可以来体验一下。对啊，体验一下。左手学一下。他右手，他右手。我老师怎么左手？左手比较不会那个。真的厉害。我左手都可以控制，右手那个瞬间不会那个爆发。哦。哇。右手很强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应该可以稍微，我们用左手。我也不会，可以扶桌子，可以扶桌子。先不要分开，先用那个。老师，这是一样重力在屁股跟我们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你先出力，看看我。对，你先出力。哇，太厉害了。对，你先出力。对。然后你看啊，把握竖起来。对。对对对。然后他现在掏脚，我用另外一手在抓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了解意思吗？这个手，你看他的胯，啊，对，然后落胯，落胯。那我现在接什么？是头接到地上去了，还要接到地上？我接什么？我接屁股。我很从这边才可以看到，我接到右边的屁股。我现在是右边的屁股的这个坐骨，坐骨接到他的手上，然后右边的坐骨再接到右边的涌泉穴上，是这样。所以说，好，拜拜拜。所以说，他基本上在阿丘巴的时候。哦，他学基本上在爱舒瓦的时候，你看哦，来，你压，对对，这么来压阿舒瓦，好不好？你看我这边脚，我没弄，对，我还单脚哎，还单脚哎，了解意思吗？他的重力就在屁股，对对对，老师重力，对对，然后顺便再拿一杯水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哇，真的，哇，太强了，再来，我先讲，再来，再来。教你怎么去做这个，对，这个，所以男生在学校太多人在玩这个东西了，对对对，哦，啊，阿修法就这样子嘛，你要学哦，对对对，好，那你先压，你先压，老师用力压，用劲，对对对对，他其实也不错，他会有一点技巧，会有点技巧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我这边好，你看啊，来，你抓紧，用力一点，好，那这时候反正我手要放松，好，那你压。你压的时候，我这个力点有没有？哎，沿到这个柱，好，再压的时候，哎，到脚，对对对，对，好，那你稍微支撑一下，你用两只手，这边，还断掉了，断掉了，好，你另外一只手握过去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没有啊，你用右手去，对，没关系，你用手，比较大力，这样它就比较大力，对对，用手把压身体，对对对，好，那你稍微撑一下，我慢慢把你压下来，好，那你去。对对对，你去支撑一下。那我用这个转胯的力量，好，你支撑一下，来撑一下。我用转胯的力量。哇塞！我用胯就可以了。用转胯的力量。转过去，因为我们转过去的。因为我们两个要瞬间同时出力，你先压那边。对，那我这边手放松的，用这个胯的力量带动。那我不是跟他只有往下压。对。好，我不是只有往左右压，我还螺旋。还要往下哦，等于说一般来讲都是以为是这样子压，这样子压，对不对？那我事实上我的地点是螺旋哦，把它推下，所以他没办法出力。他想要技巧，我也有技巧。对，所以大家要技巧。转他的时候他就没力。你看他要压的时候，哎，
会变化，我会跟他变化。变化球，他会变化球嘛？对，啊，他小男生这个算很有力的，然后我也跟他变化，你看啊，他如果这样一压的时候，有没有大家都互相变化？如果我没有变的话，你就压，这时候我就会变化起来，好，跟他变化了，有技巧，我们就要发跟着他发了那个他的技巧，好，你拿压。要我就马上要切哦。那这个手一定要保持一种松的，松的对。好，那他慢慢用两只手去压我的时候，我用腰花。讲白一点啊，他最后就是我们在那压的最后，讲白一点，他的手就是这么大。对。但事实上我是用什么？我是用我的身体去压他的手啦。哦。讲白一点就是这样。那我有没有支撑？有，我的支撑在脚下，在屁股。屁股那他的支撑呢？他因为他没有练嘛，所以说他的支撑只能在上半身，就差别他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他用身体，他现在用技巧，用身体来又压下去，用身体，对，你看，用腰胯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屁股一定要这个坐骨，来这个坐骨，这个叫坐骨，这个对，好，这个叫坐骨的力量。好，然后身体，但也有因为小时候在阿丘巴，因为用身体压，对，用身体压，好，但是这个。在泰拳来讲是比较违反我们要中正安输嘛，我们要在正面的状况下跟他对决，哦，所以说，对，很好。那我现在压你的时候，对，你就想用你的力量，对，你示意的眼神还是要勤勉，因为你的力量才会整。那你这个螺旋的时候，眼神，抓一下，用力一点，然后再做给你看，这个螺旋，这个螺旋，好吧？你看，再感受一下，从左边，好，你稍微支撑一下，我从左胯移到右胯，有没有？那个瞬间的那个爆发力，对，你这，我就对，这时候你就要学我，从以后你就从这个左边的屁股。移到右边的屁股，然后正面做一个螺旋，用旋啊！你看，你两只手来把我抓住，用旋，对，把我抓住，对，啊，撑一下，飞起来，可以了解吗？飞起来，哦，两只手，对，撑一下，我从左边移到右边，飞起来，他是用身体来抓你的手。讲白一点，因为为什么可以这样做？因为那个连接起来的时候，我不管什么，他不管怎么做，因为他都是两只手。他两只手的力量也不会比我这个身体还要，对嘛？你两只手，它的宽度就这么宽嘛？那我的身体是整个那么大。那讲白点，我是用我的身体跟他来修法。对。但是如果你懂得这个原理的时候，学校没有人他等于你。学起来。如果没有站桩的话，那个力就没有那个力，对，你那个接不下去，对，你会接不下去。所以说，他这个站桩很重要。哦，第一个是站桩，第二个就是整个身体的这个原理的技巧。当然，你今天懂得这个原理的技巧，你会比以前更优，比人家更优。对，但是如果说真正在比核心的时候，还是要回到我们所谓的力量的根本，叫做站桩。这个桩底功能好，站桩就是你的那个重心要在。对你的劲道，你真正的劲道，对，在脚底，你真正劲道强的时候，对啊，你人家用什么技巧，对你来讲，那种小 case， 对不对？今天让你学一下，哇，赚大，